to present the MTV Generation Award to my friend Jennifer Lopez. MTV 影视大奖美国时间五号登场，拉丁天后珍妮佛·罗培兹穿着一身深 U 剪裁礼服，52岁依旧保持傲人身材。And I know I couldn't have done it without the fans who saw the movies.不止 MTV 世代奖到手，珍妮佛·罗培兹更以电影《娶我吧》中歌曲《On My Way》抱回最佳电影歌曲奖。And I hope everyone is having a great time tonight.典礼进行到一半，近期凭《捍卫战士二》热卖的汤姆·克鲁斯也以预录方式向年轻世代影迷问好，而喜剧天才奖则由杰克·布莱克拿下。I don't deserve this, but I will take it. Thank you, MTV. 电视剧《高校十八禁》成为这回 MTV 大奖最大赢家。Call me irresponsible. Call me.一次捧走最佳年度剧集、最佳电视剧演员演出、最佳勾搭和最佳打斗四项奖项，电影蜘蛛人吴家日则紧追在后，和影集洛基并列第二，分别拿下两项大奖。只是粉丝原本期待蜘蛛人情侣档辛蒂亚和汤姆·霍兰德会抱回最佳接吻奖，却意外败给《无理取闹》第四集。Poopies and the snake. 人蛇接吻被质疑得奖合法性，不过主办单位还真搞了一只大白蛇上台重现电影场景，制造 MTV 影视奖一向不按牌理出牌的奇妙高潮。静新闻高玉婷引力报道。